我好爱你，听凯歌。文心，我也爱你。一次浪漫的邂逅。去哪了，文心？你是谁啊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我不可能会记错的，在白武林府的一切算什么？那我会让你想起来的。到底在说什么？有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吗？我叫江文熙，请你以后叫我文熙。9月27日晚间9点到11点，未来戏剧台，无尽的爱。